是可以的话，刚好到日本去的时候，可以把这个事情跟客户讲，那以后像这种事情就是产品的那个光学，都是比较讲的。他搬走很多次家，应该，他现在的位置应该是我认识他第搬第三次。他现在搬到那个八人那边。那边位置好像变比较大，太浅了。就是说太浅，因为他是路边的铁皮屋。我没有吃过，我没有办法接受面是烂的，他是给你烂的，面是烂的，一碗烂就算，两碗就烂，他真的，我老婆就吃，两碗里面夹起来都是散掉的。你是吃种半斤半豆还是有吃过？台湾的，现在真正的吃豆腐已经实现，好谢谢，脱模加送片，这个需要有一个人在边上看，散掉。沙华干饭，花干麻婆，小菜比主菜还好吃，这不简单。但是它的汤，我觉得是很咸的，所以以后的生产线都会改成这样。整个打枪，你有来过吗？北村那边没有。这个比较好吃多了。有吃过城中老板吗？有啊，在那个巷子里头。对对，市场边。很多人说很好吃，但我觉得也，但还好吧，也还。很多人说还很好吃，因为我觉得太咸。它超咸是咸，它应该是少数我唯一吃到直接会没办法吃，我可能吃两口就觉得完了。林东方我就是这样。我们吃到这么少，我觉得林东方咸，但还没有咸到。不是咸，是面太。我把肉吃完，我就觉得。太淡太淡。还是咸是面。吃完就那真的蛮惨。我就把小菜吃完，小菜还比主菜好吃。小菜菜还不错，但是它是有个花干汤。他这个也是创的，但我觉得他花干还 OK 啊。